欢迎各位又嚟到 Drum Up Channel 啦。头先咧，我哋示范个 Grade Three Rudimental Study。咁咧，我哋今次咧，我哋就系讲前面 Rudimental Study 嘅 Rolling 有咩特别需要留意嘅地方啦。头先咧，我哋都介绍过啦。如果 Roll 嘅话咧，我通常咧就会用手臂嘅，因为咧个声会平均啲。咁而家咧，我哋要练两只手嘅平均，因为咧成个 rudimental study 里面咧，佢都系用 open stroke roll 嘅。open stroke roll 即系我哋嘅 double stroke roll 啦。如果 double stroke roll 咧，你净系一只手平均个声系冇用嘅，你要两只手都一样先可以做到个平均嘅 roll 嘅。好啦，咁我会点样嚟练习咧？我会系两只手一起做嘅。呢个动作咧就好似我哋将个波。一个浮水的波，你按下去上回来，按下去上回来，是一起的动作这样下的，或者你做掌上压都可以这样做的，就是这样了。怎样控制去平均呢？除了你的手臂的高度要一样之外，就是你的手指功了。那个 roll 几多下呢？其实我是靠手指功的。Open stroke roll 和 pass stroke roll 都是靠着手指功。举个例，如果我的手指功用力的话，那个 roll 如果这个动作的以下就会是密一点揸紧的。当你想 double 的时候，就是放松的手指功。越放松可以弹得开的，越揸紧越收埋的。所以我现在这个练习不是只是练你 open stroke roll， 是由 pass stroke roll 一路到 open 都是靠这个练习来练的。首先我们要做一个高低的动作是一样先。另外就是隻手指功，留意手指功的力，要用一样的力。好了，跟着慢慢放松。好了，跟着慢慢听，你听到个 double stroke 是一起的话，你记住这个感觉。还有这个练习有什么好处呢？就是你的速度你可以改变，是靠个手臂的改变，密度就是用手指功。现在我们开始讲 5 stroke roll 了。5 stroke roll 呢，它其实练习的时候呢，我们首先就会将它分拆，练了这个拍子先。它会是 1 and a 2 and a 3 and a 4。跟住咧，佢 five stroke roll 出嚟咧，系点样嚟嘅咧？就系将再后面呢个十六分音符 n 啊呢度再分拆 double 咗佢，所以咧本来系右左嘅话咧，我哋只要喺呢度加紧只手指功嘅力咧，佢就会变咗 double 噶啦。加少少力，试下由呢个转嚟呢个 one and a two。One and a two， 用力啦 ，one and two， 呢个咧就系 five stroke roll 佢要留意嘅地方啦。喺呢本书里边咧，喺 Trinity 嘅考试书里边咧，佢会好清楚咧分别咧，佢会写出用唔同嘅手嘅。你练习嗰阵时咧，都需要练埋。举个例，第一个就是右左，是右左左右右左右右左左右左左右右左，他用左手开始 starting 个 roll 嘅。另外下面那个就是用右手 starting 个 roll 嘅。好，跟住我哋 six stroke roll 啦 ，six stroke roll 我头先都讲过啦 ，six stroke roll 里面咧。我后面那两个咧，我会系特别 emphasize 佢嘅，因为咧 six stroke roll 里面你要听到最后嗰两粒要好清楚，所以我会用个手腕嚟做嘅。six stroke roll 系点样嚟嘅呢？就系将前面嗰两个十六分音符 double 咗佢。所以练习嗰阵时咧，我哋会系
右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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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住加兩個 action 喺最後，右左右左。你哋見唔見到我頭嗰兩粒係低啲噶？跟住咧後面嗰兩個重音咧，我會用個手臂高啲，等佢清楚啲出嚟。我哋而家咧係未係 roll 嘅，我哋而家係做咗 個基本嘅拍子啫，就係 one 二 and 啊 ，two 二 and 啊 ，and 啊 four。好啦，而家加個 roll 啦，就係將隻手指嘅力加少少落去做 double 啦 ，one 二 and 啊 ，two 二 and 啊，又右左左右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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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咁咧佢嘅 six stroke roll 咧就好清楚噶啦。喺呢個練習裏邊咧，佢亦都咧係會分拆開，一次係用右右左左右左，右右左左右左。咁另一次咧，左左右右左右左左右右左右，佢務求你咧練到係左手同右手都係平均嘅。跟住落嚟咧，我哋會介紹 seven stroke roll。seven stroke roll 咧，佢個 notation 咧係咁樣寫法。佢拆解出嚟咧，都係由十六分音符嘅演變出嚟嘅。第一粒係個 stroke 啦，之後嗰三粒係個 double。所以咧，我哋咧打出嚟嘅時候咧，第一下用個手腕，二三四咧，我哋用個手臂。Two, three, four, one, two, and a two, and a three, and 呢個係 seven stroke roll。最後嚟講咧，我哋會介紹個 nine stroke。nine stroke roll 咧係我哋成日會接觸到嘅。nine stroke roll 咧亦都係由十六分音符嚟演變出嚟嘅。佢咧比較簡單啦，就係四個十六分音符全部撳曬落去。佢是怎樣計出來的呢？就是將四個十六分音符 double 咗去八啦，八加上最尾嗰粒 stroke， 所以就會是九啦。所以咧呢個叫 nine stroke roll。我試一次咯，就是 one e and a two， one e and a two， one e and a two， one e and a two。呢啲咧就是佢嘅 roll 需要留意的地方啦。以下落嚟咧，我會再由頭打一次，好快咁樣打一次，咁大家要知道每一個 roll 有咩特別啦。Five stroke roll， r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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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ft， lef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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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ight， five stroke roll， 跟住 six stroke roll， right， right， left， left， right， lef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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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ix stroke， seven stroke。Seven stroke, right, left, left, right, right, left, left, right, left, left, right, right, left, left, right, left, left, right, left, left, right. Nine stroke, right, right, left, left, r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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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ft, right, right, left, right, right, left, r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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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ft, left, right, right, left, right. 希望咧头先嘅示范咧，希望可以帮到各位同学去练习后面 rudimental study. Grade three rudiments. Five stroke roll.Six stroke roll. Seven stroke roll. Nine stroke roll.